原本要在十一月二十三号登场的理工理事在国丹红地文化会，因为抗退红太太高，主办单位决定将活动延期到十一月十六号、十七号举办。另外，另外乡道八十九线十四点八起处是发生土石流，造成交通一时中断。在木舍附近的路段，因为风上头是发生树啊倒去，并且当场是跌到一台消费车，造成一个死亡、一个受伤的意外。抗水洪台来袭，带来十级的强阵风。仁爱乡木舍地区的龙山市一个单位被吹到东倒西歪。下晡在仁爱乡卫生所附近的路段，强风吹倒大树，撞到一台过路的小货车。这个农会上去三角点上去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有一台货车被这个掉下来的树木砸中哈，砸到两个人。那其中一位外老啊，好像不太乐观。那驾驶的啊，我们的乡民啊，哎，目前来讲还是安全哈、啊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，我想我们全部的啊乡民啊啊同胞啊，还是要留在家里比较安全哈、啊。除了不幸的人员伤亡事件，仁爱乡偏远山区有真侪位拢发生土石流，造成交通的一时中断。在南丰村也有进行预防性的疏散避难。洪台带来大雨，乡长呼吁乡亲要注意安全。啊，这个89线14.5K 这里啊，应该是已经不能啊交通中断了哈、啊，有土石流的现象。然后这个明隧道发祥阳港瀑布这里好像也有一些零星的啊土石流。那再来就是有些部落，像平静部落、发祥部落啊，也有一些停电的一个状况。另外，2024就话台湾红地文化季活动，因为洪台来袭。主办单位决定延期，迄个乡长嘛呼吁危险地区的民众要小心防护。啊，各位亲爱乡亲吼，啊，咱原定伫咱十一月二号、三号的这个红茶文化季的系列活动哦，因为受到咱的台风的影响吼，就伫咱延期到十一月十六号、十七号吼。啊，而且嘛呼吁咱的乡亲吼，伫咧较我山边，还是溪沟边，甚至是潭仔边吼，较容易造成危险的所在，尤其是咱啊牛洞方向，即目前吼正伫维修当中。啊，拜托大家啊，无代志千万唔通经过这个路段。根据中央气象局的通报，目前风台影响的期间将延续到十一月七日，尤其是玻璃顶的雨量，入夜了后会持续增加，还有住伫山区或是溪边附近的乡亲要提高警觉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